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慢走丝怎么做无线头。首先找一条铜线卷成这样，找一块大一点的废料垫在下面，防止胶水滴的到处都是。把胶水滴到刚才卷好的铜线上面，然后把胶水先滴到箭头这两个地方，不要超过两头塞的铜片，不然胶水会流出去，导致后面加工的时候短路。胶水就这样子滴。好的，音乐停。滴好胶水之后让它自然干，不要用风枪吹，大概十分钟这样就好了。割出来用 K200 先洗一下，然后用丙酮把胶水泡掉就好了。大家觉得有用就麻烦用发财的小手点点小心心吧。嘿嘿嘿嘿嘿。